温柔兔。全党同志 ZZY2202，还我们财产，还我们家园。为群众办实事，办好事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切若联系，对人民饱含深情，心中装着人民，工作为了人民，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解群众之所难，密切联系的一心一意，为老百姓造福。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，全是共产党人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。想群众之所想，
及群众之所急，解群众之所难，密切联系群众，一心一意为老百姓造福，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。